可以了啊。嗯。减大，就肉都减大了。对，我们的猪肉原来是32块钱一斤，现在我在县里买过来的，25块一斤。打火锅吃，就拿这个猪肉打底，烫青菜吃。现在天气太冷了。日更大道。对呀，我们胖胖的人家搞的问题，搞的他们就可能的，没得人顾。你呢？一盆两盆，白菜、菠菜，那我们种的菜长得还蛮快的。我就从紫江。哎，是从紫江啊、哦，麻阳到麻阳啊，从麻阳然后到峰峰家，开始去的时候这些青菜都没有包的，都还不是白的，都还是青的，那回来就变大白菜了，变大菠菜了，长得挺快的，香菜也长得很高了，过两天我就烫香菜。那得也没那么矮，我最喜欢把这个肥肉啊炸炸炸炸的焦焦那种啊，然后用这个猪油来烫火锅，特别好吃，鸭胗油还没有猪油香。又到了吃火锅的季节，你看我们把这个炉子都拿下来了，直接扒着又可以烤火又可以吃火锅。等一下，一根，还能开得很轻啊。来，那里等一下，来，这一箱是我二哥从四川大凉山。凉山那边寄过来的橘子，不是葡萄，因为我去麻阳，然后去峰峰家一段时间了，所以这个葡萄是寄来很久了，烂掉了，我都怕它可能烂掉了，因为挺久了都没有打开，也去拿了，拿刀，真的很烂了。轻飘飘的，这么大个盒子。哇，烂了，太久了，放在家里差不多一个星期了，那路上又一段时间，又在家又差不多一个星期。三种。三种口味吗？两种口味吧。三种，一二三。哇，这个像个气球。每个气球里面塞一朵葡萄，三种入味。其实还好啦，就是掉了几个出来而已，没有烂。你看，没烂吗？没烂，就掉了几个下来。你看这个爸爸呢，这个还是青的。一般你外面买的葡萄，这里都是干的了，对吧？它这个还是青的。那么老嘞。这个也是青的，你看，这里你看啊，都还是青的，都不是很干干的。两关了，来躺下来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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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看到。嗯，俺们家干。俺们家嘞。反正来那个房肯定弄完了。不坏。嗯。不坏。你看上班。你说俺挨多少年了？你没了。嗯。弄没了。弄没了。你没上，你姐上。是吧？你看弄个家呢。白居然弄了。哇，这个汤！可以啊，好香哦！放菜，放菜。我先放哪个菜啊？放菠菜。白菜还大个些、啊。我知道了，先放白菜梗。白菜有你的呀。来，放梗。两大盆菜。我们肯定是吃不光了，家里人。太少了，嗯，等他们都回来就可以吃饭。如果我不吃菜的话，我应该可以吃一盆。不吃菜的话，不是应该呵呵？如果我不吃饭的话，我应该可以吃一盆。但是我不吃饭会饿得快，所以我还是放弃了一点点白菜。丢掉啊！再丢掉就被撞了，反正。嗯。再也放不进去了，没用。放不进去。当不进去了。我来煮啊！问的，俺爹妈那应该有问。不是你，当小就问啥？那我当小问啥？当班长，班长就问啥问啥？当第一个就问啥？儿子，你知道我哪样才能问到问啥呀？我他哪样？你是过去问啥？哪一行运动？哪一行运动？现在两个问啥呀？可能他讲过一个。反正你可以去上墙一家人啊。嗯，俺们上墙的呀。嗯。等你要上去，老了早上。嗯。你不上墙以前来？那，俺那个运动忙哎，不用管他呀。娘们，我招呼你过来嘛？你，年轻，我八九妹，那个。三那个八九奶，我都认了。嗯。奶奶。奶奶有点不完，我不要。软点点呗，那几亩八九奶。还能买包装了。你买几包？八九八九包啊！俺那有的就了，那讲那。
要分钱。没有，八头的，没有八头的，啊，没有八是同号八头的。